亲抱拥，这期待万人民欢快因为信了你，这期待万人民愿我心中妙的想，这期待万人民愿我心中妙的想。阴阳入我最中心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性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得太平。那么几个先师王禅老祖，各位已经大学第六、第十届显示同修，继续甲各位讲解着，咱水陆法会超度阴灵。回想咱都搬来先是民国七十八年六月七日破土。九月十九就搬过来了。咱搬过来以后呢，一脚步一脚印，由各位同修各界甲咱扶持，建设起来象鼻山现在是中分山。搬来以后呢，咱就繁华建设嘛。七十九年，老祖开始爱起极乐殿，起极乐殿。那么极乐殿呢，咱是用木造啦。那么咱选址一日日啊，都会爱照牛上梁。拄啊，当时上梁时，拄啊有一位咱的信徒咧，伊的慈悲看一位囡仔，伫哈佛大学美国摕着上博士，是印度的真悬的囡仔来，囡仔来。呼呼叫，安尼跳呼，我嗨啊！这个囡仔头壳已经缩掉了，缩掉有瓦零，开始在指挥这个囡仔，这个才二七八岁啊！我你请等嘞。我上梁画一张纸，我才落来。迄当时咱大雄宝殿还袂起，现在咱龙平去办公厅是铁厝大尔。你先就话甲我讲，我甲讲你对这个囡仔是到底有什么冤，有什么仇哟？无你呐，我爱放伊去啊！安尼个依附伫身躯顶，那么灵魂界咧，迄面打一些结的仇，足深的足深的就对啦。那讲是啊，迄就走呀，迄囡仔就走呀，走咧，拄个再来迄、那个。咱的信徒太太，就叫开一台新的车，载起来嘛，自备啊，载起来就回去啊，回去到咱的较出一只小水，较出一只一吊桥，吊桥的所在咧，开始就要压起来啊，啪迄个。在一起的这个太太，
阿太太车到动嘞，那少年囡仔嘞，阿车开门的，我走呀。那个公共车就接灯在中啊，阿姐太太起来，睡不起家嘞，一直哭，在讲话听。啊，起来就是拜托人开奥多麦，人个载起来，车等伫桥头呀，吊桥呀。啊，叫阿海啊，你流产啦，流产了。八十岁有四个月囡仔嘞，好不容易，流产了，保不掉啊啦。我今日等于在种催病医院，甲你治疗下。啊，等于迄囡仔就从等于是因厝啊，因厝住伫水南。啊，伊妈妈伫咱东山路东山道堂。对面遐一间佛寺，遮修行个人，啊，伊都等下因某坏，等下讲你要创啥，面型拢变去啊！伊房间就去找着这个一个家刀，你家刀来看老母，就要甲剁因老母，要杀因老母。迄个时阵六亲不认啊嘛。因为有外灵、万灵吸在头壳顶，迄个时阵唔是这个囡仔，是迄个万灵，伊我的辛苦。啊，要甲插气插老母的血，老母话，观世菩萨救我哦，好去哩嘞！因母啊，侬挂一个个手镯啊，手镯啊，做那登去。家都落了伫边啊！啊，走了，唔敢对老母问啊！啊，一股捡起来，因老爸伫房间出来，哦，问干什么？啊，因老爸讲，我惊你咯，我杀死偌济日本鬼子，我打了多少共匪？我看你，因爸爸说对大陆东西摕起来，啊，所以囡仔起来，家都捡起来，对因老爸，因老爸迄阵较济岁啊嘛，当对现卡嘛，插三个，很死，死去的时，囡仔精神起啊，这老爸呼叫我，想人抬死老爸。所以杀了杀死了爸爸，变成一个公案，所以当时耶轰动一时，惊动蛮高。啊，那么究竟是相台？各位啊，啊，才来的啊，太太嘞，啊，对个讲，哎，囡仔进行经过啊呐，啊，这个因。老母在那裡拜佛，啊！这修行精神提升，就立掉的，就等你不做人。啊！因为那是完全借助肉卡未来啊！啊！这里做囡仔老母无来，伊知啊，这有这因果问题，要人修行，这结束化开无？结果老爸马叫抬死。好惊台死，这惊台吗？不是，完全借助义父的身躯，念头心心心完完完，所以老祖甲咱开始啊，完完上无好事了，叫咱爱修行，所以咱照随念经的功德，拢是回向乎过去生无量劫来所结的恶缘，消灾化劫。改完设计啦，啊，那么即回咱水落花咧，啊，咱若告诉恁若要咱的松绑、护膜绑咧，啊，恁若要改完设计咧，啊，咱即两天如果有啊，会使提这个改完设计，啊，加上咱上经
来回向，希望大家拢平安、幸福、佮光明啊！奔望青山，各位十方甚至是各位微信同修，都在讲这里囡仔太死老爸，你还互相服输呢？哪有可能太死老爸？真有好的囡仔。那么会安尼发生诶？咱就过去甲人结咧作是恶缘、恶缘、恶缘、冤冤相报。那么安心借助伫倒位，会依附伫咱人诶身躯，依附伫咱厝诶人，任何一个人。伊诶语言，伊诶行动，伊诶思想，哦，拢会来冤冤相报，这叫做冤亲债主。冤亲债主毋是咱诶人，是冤亲债主。咱过去所结诶恶缘，伊诶灵魂毋冤。啊，所以会依我伫人诶身躯，恁厝诶人，咱厝咱兜诶人，任何一个人，包括翁仔某，拢会有即个外灵会依我一摆。那么外灵依我一摆是一时一刻会发生来。那么咱祖灵未安，出世出来开始。都息息相关啊啦，所以咱行道这30年来，所遇到代志有够多，天下间的代志咱唔捌的有够多。啊，就以少年囡啦，到尾啊，甲办迄个法官，我那信徒的囝。我甲咱信徒讲，你请恁囝这方面爱去认真去思考。世间事就是讲，囝抬起老爸，爱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这是千真万确。但是这个动机是你对来，这个变公案，啊，这是你对来。啊，对伊个老爸，因为无多做军人相拍战争，所以这种个冤冤相报，咱看袂着，到尾实现伫咱个面头前。好嘛，曾经有咱一位老先生，这是7-8年前个代志尔。啊，伊咧病足严重诶，啊，佫也无病。有一天起来洗哩，问我讲师傅，我到底毋知犯着啥物业？安尼辛苦病，到处都是病。我照讲，你是应该过去先有真侪杀业，过去先的杀业足侪个。耶稣啊，唔就是安尼，我暗时拢面盲足侪虫，尿尿所吐下，哇，卡拢吐尿所塞个虫同款安尼足侪虫。啊，你的身躯有无？伊讲我身躯是严无咧，无块虫咧。但是灵魂界，啊，因为你的杀业真重，啊，杀业重呢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所以已经业力现前啦，我咧艰苦偌久啊啦，因为10年啊，安尼都无唔对，你过去的杀业真重，
哦，无你安尼，你都系玻璃尔，较过来去拜圣王爷啦，求圣王爷助庇，家己到解完世界啦。哦，然后玻璃有足侪佛事啊，你足好客气的呢，伫玻璃啊，你用去拜佛。哦，那有发挥呢，你就去做超度。伊讲我依家现古三家贵。都惊我啦！哦，你所以我有时好去办呢，无拜神王爷嘛。你透早，恁兜伫离个神王爷无偌远，你去拜神王爷，求神王爷，甲你到解完世界啦。嘿，哦，认真念佛啦，念阿弥陀佛都好啦。啊，等于真正都等于啦。等下就经过了，大家，大家透早伊就去神王爷拜拜了，啊，才等下。经过差不多四个月、五个月左右啊啦，啊，都过来哦，来吼，免惊怪啊，惊了真好势。哟吼，老师，这唔知我去拜神王爷拜到第七天的时，神王遐堂呢？拢吸伫我身躯顶来啦，吸伫身躯顶来哦。啊，你无继续拜，有啦有啦，这一定是我真正我的杀业恶业，恨遐糖，尿尿所有的糖伫伊身躯顶起来，背背袂离。怎啊，鬼面拢唔敢混，目睭更糊糊，门拢关啊巴巴，以防遐糖去锁入来。行遐堂叫锁入来啊！哦，所以第二天就去求神王爷过拜。那么三四个月，伊迄个找我的时啊，佮找当找老祖啊，已经就算平安啦，还可以做事事啊嘛，就好。老师啊，啥业唔好做，我才知影，我真正拢咧抬鱼啊，咧电鱼啊，钓鱼啊啦，好拢咧偷鱼的啦，好。恐怖恐怖，所以各位同修，咱每个人过去生，咱唔知，啊有诶战争去杀人，无多啊，那无杀人，咱当杀嘛。那么过去拢发生啊，要安怎？所以佛家甲人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当下心，当下心。念佛、念经，咱爱超度爱超度，念佛念咒，来回向予咱多生累劫的完成这主。所以咱上经啊，来得回向，得回向完成这主嘛。希望各位咱现世同修，师父引进门啦。修行在个人，啊，幸福个人修，命由咱自己来创造，幸福由自己来修持，咱免惊人笑，要惊人笑，哎，我念经，人讲笑我遐戆，遐无智慧，啊，无水准，拢干咧念经，因为这是你的魔障，你完成这主，就把人嘴甲你讲两句啊，你就放弃了。不是放下放弃了，因为吐才吐会丢。哦，咱社会大众朋友，恁咧拜佛拜神啦、啊，拜个啊、所谓圣神拜上帝啦，好、哦、有恁的道理，恁一定爱坚持。那无咧，好、哦、完成这主的来，恁个咧放弃，艰苦是恁兜的。好、哦，这就是报着一箭。之仇报着一支箭的冤仇啊！各位慧心贤士弟子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咱若每一届在做酒、水落花的时，咱一定会吃三支丁果，三支足完的丁果。迄、那个招魂的幻，招魂幻。你徛愈悬，所招的魂
会愈济。啊，曾经咱像是第一次在做水乐会，十七年前啊，啊，我用我气得吹相关呢，骑三支翻去，骑三支这个叫做顶高啦，我足惊人，这个一回来小创地，看你顶高骑阿悬，伊会用我酒，甲你熬火灯。熬火灯呢，你就要重骑咯。所以咱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呢，水乐会拢伫后山家己有气垫哇，骑垫高，三支垫高，一个尊姓番，啊，一个咱的叫什么法界万灵的，啊，三支番的，咱就拢骑起来啊。啊，有一天有一位修行的大师在玻璃，啊，就经过嘛。迄阵六号还未开啊，甲咱一个顺师兄、顺辅导师兄讲，甲问讲，你呀，恁迄个老师混什么道？啊，顶个敢徛遐悬，徛遐悬吼。受不了的，会死的。啊，咱的师兄就足烦恼哦，去紧张。啊，听到阿你讲，迄个波罗个总，车开咧出来讲，师傅啊，大姐大师讲你顶高徛伤悬咧，徛伤悬哦，你会站袂住，德行无够，站袂住，会死的。我早晚联系啊，无要紧啊，我那么急要请人去啊，你惊人家咯？我无要紧啊，随顺因缘啦。哦啦，噶即摆啊，这几年我无死啊。阿家讲的师傅啊，病到足严重嘛，死翘翘啊啦。啊，足严重啊，死翘翘啊。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啊，咱只要天地无我的心，绝对无代志。啊，咱免惊。啊，因为咱有遮济叫做破戒这个问题，叫咱上遐一经。哦，遐一经会当来回向吼，化解众生。尤其啊，咱尊请着佛教、高僧戒德，也请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大会上啊，来甲咱做主坛。哦，大家共同上敬的功德，拢来回向嘛。我发觉讲，我咧想，迄个顶过想一呢。哦，到第四年，我安尼想也袂使。吼、哦，我而且我惊顶过去拗断去吼，无我来用白铁公穿较悬嘞。即摆白铁公足悬嘞嘛，白铁公足悬嘞吼，你看那拗了拗袂断啦。诶，足悬满嘞。哦，所以那时候书生开始啦，水落花。你要超度阴灵、法界、五路啊，什么法界？无输男女孤魂上顶呢？啊，咱拢真诚心诚意啊，来恭请诸天圣贤佛菩萨恭敬感恩到加持。那么真正诚心诚意。啊！邀请十方法界，无输男女孤魂，路头路尾，溪头溪尾，山顶山坑内底，或者过去发生遐些战争，啊，国父、同乡、历代祖先，
等等的来咱家水落花大声立唱敬报甲发言的重用。所以咱今年水落花嘛到啊，哦，二十就开始啊。若是各位现时动手，顺风顺顺在得。啊，各位好朋友，恁厝边头尾那有常常发生车祸、未平安的，或者常常发生意外的、未平安的呢？欢迎恁会使来参加报名咱的水乐会，伫净土堂遐大联会啊！但是啊，咱啊个人这个大联会啊，咱依照这个规定啊，爱来共用，坡度爱三度以上啊，那么看你个人因缘。所以在六年前、七年啊啦，咱有一位卖咱面顶茶家做茶的老板，啊，伊个囡仔呢，一年个开几千万，开价呢两百花收大，啊，有一天来问我嘞，我啊，这水落花糕啊，因为你做茶山神后土啊，天兵天将好兄弟啊，你唔捌得甲人超度，你一年赚了一钱，你唔捌超度嘞，所以才会幽魂会甲恁囡仔头壳缩掉嘞，啊，意外的恁囡仔辛苦。看你啉酒跋筊去爬出好嫖赌瘾啊，无歹习惯个安尼尔，莫怪一年会甲你挥泪几啊千万。我咧今日水落花啊，当然来超度啊，那么说的山神后土五路好兄弟的大人位咧。然后坡度，啊坡度咧，啊我阿五度都好啦，结果跋跋无背，哦直直跋，跋到尾咱的田立伟啊，在场大条主席田立伟，你话说，惨惨啦，即个五十度山啦，直直跋背啦，跋到三百六十度，一年三倍，哦三百六十度在偌济时啊呢？好啊，既然都拄着咩，几啊千万算约得了啊！伊就安尼来坡度，坡三百六十度。第二年伊囡仔未去跋啦，未去爬啦，啊啊呢也无去过啊了着啊，无像较早呢，逐年啊了足侪钱，汇率足侪钱，将啊平静正常上班，这都是幽灵、阴灵，咱爱要超度，要超度阴灵，水落花是一项。会阴缘呐，德威。各位微信贤士，各位十方圣弟子，啊，阴魂阴灵，咱看未到，但是伊是永远是存在。在咱身躯边，咱的厝边头尾，在咱兜内底，啊，咱的业缘、业果的因缘呢，常常阴灵依附在一个人的身躯面顶，在咱厝的人囡仔身躯面顶。在这一年来，我的经验正多咧，发觉真侪囡仔。伊就行行啊，啊出林走倒来，出林咧，灰灰乱乱做。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先生伊个囝，
出去咧，拢标工程师啊，当下老爸老母，啊，老爸老母拢是政府的高级官员。哦，安尼好，一天来讲师傅啊，我对这个囝真无法哩哦，拢出去标工课，当下话，啊，一点雷都唔敢乖，囡仔出去咧，标工程就是标啥工程，做歹代志啦，啊，警察。就去甲掠呀，就爱搞破，你今日甲你今日查上来，足无民主的啦。经过因的同事，甲介绍了推荐，我阿来找王祥老祖，阿来到帮忙，原因发伫多位啦。阿都来找老祖，迄阵同事我还在开智慧嘛，伊带伊囡仔来呢，一表人才。也做大旅游，这里囡仔来变做安尼来，哦，我就感觉足奇怪啦。啊，我讲啊，这位先生，你囡仔有第三个世界的人，含你囡仔，哦，伊活伫伊身躯顶，哎，我拜托师傅甲赶走好无？我袂能甲赶。那是你家的因缘业果的问题啊！哦，那么今日你今日你要去找高僧解大德啊，大和尚、大道士，才有法度管。那我是无法度管。啊，那么两阿母就足无欢喜啊啦！咬牙念，无才我好朋友介绍我来。我啊，会对你较友好啦。伊讲啊，卖讲啊，卖讲啊。啊，因就去啊，又就讲，伊对因老爸无友好，啊，再换因囝来对伊嘛，足正常个嘛。看你偌大官呢，官贵了，上家子孙了啊，哇，那意境啊。官贵做官，上惊子孙啊嘛！子孙啊，伫克官，是不是咧？子孙了靠官贵嘛？哦，那伊就出去叫因安塞几百，做过几百啊？我拄只恁太太过几百问我，我讲你对许多人较起工，照起工来啦，较友好来啦，买啦。哦，安尼哩啊！我哈，我老爸吼派出官有够济啦，派出官嘛是老爸啦。哦，哎，是伊个代志。啊，你是你个代志，友好是你个代志咧。老爸安怎是老爸个代志？啊，你是你个责任个义务。哦，你是做工爱拜啦，祖先爱拜啦。伊就偷死人，毋捌来拜祖先啦。哦，就你讲，我来信阿门多啊，信阿门生麻烦嘛。阿某咧，我特最未使讲无祖先，但是囝是姓红色的姓嘛。哦，所以红色，我落去信其他宗教失败。哦，所以囝，安尼来就是因，许多人。啊，因阿公、阿嬷、阿祖，遐零东东会来打架，来甲伊个囝打架，啊打架来，开会带咧死个去，你毋知要安怎啦？所以咱即现在社会真济，无祖先许多人个观念，你那个什么时代啊？
时代归时代，真理归真理。哦，所以现在真济，咱的有缘呢，顺风顺顺在得。啊，囡仔那无好势咧，我鼓励讲你爱注意祖先内底的位，是毋是写了唔对去，或者写颠倒去，或者有漏交去，啊，或者内底有把甲别人的名写入内底，这拢爱注意啊。啊，所以咱这位先生呢，伊讲老师我歹势啦。因为我过去问足侪人讲价呢吼，我六神无主，我干脆来信把种搞较些麻烦。我真理归真理啦，你问啥人啥人是你无智慧无因缘，真理归真理。所以你若有因缘呐，看人多一些发挥，你要去啊超度以外呢，记得祖先爱个善，一个圣位。啊，爱个设定位起来超度，啊，伊转去咧，伊就是咱中立嘅人，啊，伊就我转去佛寺，那有咧发咧，较过咧拜咧，你囡仔特别标一挂花啊，等下互你去打打，哈哈，了煞咧，转去有啦种社会人嘛，啊，高级官员啊，翘翘啊，啊，转咧咧，但是。渐渐变好起啊啦！啊，即摆囡仔啊，拢大学，啊，有诶毕业啊。所以有诶人诶，敢若就你讲，我看着目睭看会着诶微观者，事实上你毋捌诶，要几大片啦。哦，那毋捌诶要足济啦，都听经文法，一寡宗教家、老和尚啊、修行人因所讲诶话咧，我建议不妨。就个参考咧，哈、哦。那么各地若有水落花，也是做成就，要超度恁一人去度恁的祖先的灵。祖灵不安，子孙啊绝对未平安呐、啊。祖灵不安，子孙啊绝对未顺事呀。所以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十五姓，日做日装这么济咧，咱每年正月初一办水晶寿元。联合制作大典的用意就是安尼，希望借着这个因缘化解艰苦世间情，啊，也愿人心受疼爱，咱大家共同来祈求世界一真和平，这是咱为心信教、为国修道、为民祈福，咱的宗旨甲本愿。各位为心贤士弟子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阴灵是多伊，伫某健康内底嘛，会当带着一个阴灵，最起码有六个阴灵会用带某健康。你若不相信，等于某健康用哦电子显微镜啊放大，看内底用带偌济人，反正内底用起一间高楼大厦。哎，摩根康，所以咱的辛苦有三万六千神将，哎呀，要注意啊！如果那么我来开始，咱摩根康内底啊阴暗，当然阴灵会避咧。那么咱用上经，每一字经文拢一粒根啊，所以诶。对咱念经上经，对内心入去以后，然后对咱的细胞发出的摩根康内底是变成无量光去哩。啊，所以啊，老多事都甲咱开始啊，上经你暂时无看到什么功德啦，无看到什么迄个好诶安那，事实上唔是。咱过去的业足济足济足济啊，讲袂了啦。所以咱爱上正一经，才行会利嘛。啊，尤其咱咧做工事的，现实动手，咱爱足注意的。咱咧做工事咧，
啊，有当时啊，一个山神小土会互咱伤着，伊个胃互咱伤着，咱就坠落花，咱就甲设一个大个牌位。过去所做工事、工程、工事的烟灰、乱动、五阴十类，自然咱家己超脱。然后呢，咱爱甲所有过去做过的工事、工程的位，节节下来。哦，那么那个落雨，咱超脱一大排内面，这对恁有帮助。那无咧？遐万灵阴灵呢，遐会来催你，催你要对催你，对咱厝的人，哦，对咱厝的人，吼、哦、来下手就对啦。依附的辛苦，吼、哦，咱都艰苦一过啊。所以山河大地要开垦的时，开山垦地，吼、哦，咱有当时啊，那做工事包掉的时，咱上好咧。咱爱要啊，上一间供养普渡，加普渡一下，总能有较好啦。啊，回想将近二十年啦，啊，十七八年啊，啊，咱一个师兄，啊，伊就投资伫万里，啊，有一间高尔夫球场嘛，啊，迄一暝咧落大雨呢，上500公里。啊！甲山卡人个底下捞了了，啊！出来底拢土埋高，啊！到尾放人放个围，啊！围伫门口门入去，啊！那即那只师兄呢？啊！伊就家己来救罗道啊！啊！伫咱祖师殿家、莲花寺家坐咧，叫师傅大姐唔知喏，我你吼、哦、开山垦地，哦。恁就是破坏山河大地，啊！因为遐本身有地理，恁拢无注意，干那想讲个恶恶的就好啊！哦，你安尼唔对去啊！这是山神啊，后土得未原谅恁，啊，要安怎？伊讲我两尾拢拜呢，一间那拜吼，迄、那个金纸拢归拖拉库的咧，上这三拖拉库拜三界啊呢？我无好啦，拖拉机的金砖，你若无如法，唔知影法安怎做，你拖拉机的金砖十代嘛无好，假是等于落手初提伊焚化厂、焚化炉烧掉安尼尔，无什么功德，因也得袂到，所以啊，我安尼啦。既然你讲你在求罗道，你讲罗道求杯，啊，求老三圣杯，哦，你都啊，求罗道方面给你到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到尾去，那你求罗道嘞，啊，因为三圣杯啦，那么再请示罗道嘞，啊，金砖啊，甲开开开开嘞，到达无六百号啦。哈，安尼也够好。我无卡在你几下在拖拉库够好。哎呀，爱有法啦，要有法，唔是一般你讲那小竹大片都有效，唔是安尼。哦，那么我那好啦，啊，这三清酒你来安那传了，我写下我哩，找一个时间呢。哈、哦，你也有一点地理，地理摆掉遐所在，你去参会。啊！你个祭拜安尼就好啊，老祖会甲咱到慈悲化解，转了嘞，刷这代就刷，啊，这嘛拢营业嘛，啊，空间啥都无去啊，我该陪人爱陪人，哦，底下讲阴事诶，爱陪人陪人，哦，这类人莫甲咱翻过过，人咧你有钱，用钱咪吸死人，哦，这拢不对，那像最近学运呐。哦，就我家的代志，那么认为我官大啊，官大官正，我告诉你，病马上到位。哎，啊，当然，百姓无互相相尊重。我这嘛在安尼提醒呢，拢建立在平等的相尊重的状态之下呢。哦，所以各位同修，
咱做这现象界的代志，就是阴界的反应，阴界的反应。所以一只咧提醒各位，然后做工事的人咧，好，恁上好。若要求了以后的事业，我顺时较平安咧吼。咱来稍尊重灵魂界，吼，那么咱各地有咧发挥，恁去参加。啊，那无咧，最近咱就是。农历三月二十开始，吼、哦，咱王禅老祖的圣诞水陆大法会伫先佛寺，恁会用来参加，吼、哦，普渡这個、大年会。但是恁所谓工事会伫做过的，你爱甲烧伫大年会后面啦，吼、哦，啊来忏悔，然后用普渡啊，仰仗佛力，啊，仰仗咱遮侪师兄师姐。啊，上个几啊百万铺的经忏的功德咧，同齐来回向，予大家拢会当过个平安。恁的平安，对咱的平安。尤其咧，咱诸会长全省各地，咱的诸会长咧，啊，拢有足用心卜卦，请示地方有平安无平安。现在已经设置连为七八百户的乡镇，还来，咱拢是一只。爱家超多，好、哦、委员多于同修是奉神一些，啊，恁弟兄的平安就是大家共同的平安，啊，恁的爱心慈悲有开悟，嘛是大家共同福分，哦，所集成起来，啊，委员呢，咱家水乐会诶，祝你啊，超多恁弟兄在平安，好、哦，祝谢啦，哈、哦，一一甲各位。啊，解释，互各位了解，大家来共同来祈求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咱社会会当和谐，世界会当和平，家家户户，恁的顺事呢，一定会顺事啊！这是咱大家所期望的啦。好，今日咱再去过年，大家先多乐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本段节目。由祥昌制衣有限公司。